玩具朋友们。大家好，凯莉和玩具朋友们，我是凯莉。今天呢，苏比卢比，噔噔，拿着说话的许愿手册来一起玩一玩哦。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游戏吧。包装里面有，首先，许愿手册首饰保管箱、穿搭贴纸、23张的任务卡片、穿搭贴纸完成的版本、卡片钥匙，最后还有，噔噔，许愿手册装在这里面呀。哎呦，好没有意思啊！今天魔术没有可用的地方，怎么办呢？没办法了，还是使用魔法玩吧。用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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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！啊，是露比亚，凯莉啊，露比亚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啊？我得完成拿着的任务手册里面的任务，但是怎么办呢？我的身体太小了，不能完成任务。你能不能帮我一起做呢？啊！真的吗？那要是如果把你变大的话，凯莉就不用帮忙了吧？等一下呀，凯莉会把你变大的。嗯，真的吗？太好啦！站好了，努比亚变大呀！要要哦！哇，凯莉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早来一点呢？现在我用不了魔法了。因为你来之前，我用了太多的魔法来玩，现在能量不够，用不了魔法了啊！怎么办呢？不然把你的任务手册拿过来吧，凯莉帮你直接做就可以的。任务手册在哪里呢？凯莉怎么没有看见？凯莉，它会从天上飞过来的。什么？从天上飞过来？哪里呢？在哪里呢？哦，哟，这是真的呀！不过我应该怎么打开这个呢？凯莉，用这个钥匙打开吧。知道了，拿过来任务钥匙，按住开关。哇，什么？任务这么快就达到了吗？来吧，凯莉，你来按这个任务按钮的话，仔细听完，使用这里的贴纸和任务卡片完成任务就可以了。嗯，我知识知道了，我来按按钮，你来完成任务不是会更好吗？都得凯莉来做的。那好吧，你坐在这里，按一下任务按钮吧。凯莉先把卡片和贴纸全部拿出来，再来完成这个任务。好吧，凯莉，那么现在开始吧。这里有很多树，它们濒临死亡，有人可以来救一救这些可怜的树吗？卢比亚，让我们来拯救这些垂死之树。谁能来拯救这些要死的树呢？这个没关系吗？律师、厨师、生物学者也不是，记者也不是，这是谁？木工也不是，童话作者、树木医生，树木医生变身，变身！好了，赶紧完成任务吧，完成任务。哇，凯莉你好棒啊！没错，就这样，一个个完成任务就可以了。哎呀，那一天要完成几个任务呀？嗯，不好说呀，当然越多越好。不要吧，请给我下一个任务吧，我们赶紧加紧速度。现在面包糕点店里出了一些问题，做不了面包了。现在快快地变成面包师傅，来帮助面包店解决困难吧。要我们去帮助面包店的姐姐变成面包师傅？是面包师傅。好的，为了帮助面包店的姐姐，要尽快地变身，戴上面包帽子，任务就完成。
现在都可以了吧？现在动物医院的医生有急事出去了，生病的动物们都很着急地等着医生。谁可以来帮助动物朋友们来治疗他们的病呢？啊！动物医生兽医，出动！任务实行。不过，卢比亚，这歌一定要听完吗？这歌曲也太长了吧！对了，任务完成了，我们再加快进度吧。这里有人要起诉了。起诉呀？谁可以来帮助这些人起诉、打官司呢？解决困难呢？卢比亚，你平时都做这些事情吗？律师？不对，变成新闻记者吧。把这些事实曝光给群众怎么样呀？可以再换一次吗？可以。出动！好，下一个。今天需要大家完成的任务是成为生物考古学家。卢比和朋友们一起来发现骨头化石，了解一个秘密。啊？说了什么？凯莉呀，赶紧帮我完成任务呀！卢比啊，他刚才说了什么呀？现在令人心动的播音主持受伤了，不能继续表演，请大家来代替他，让朋友们听到有意思的故事和歌曲吧。卢比亚，我还能挑选我想做的任务吗？为了避免灾害，让大家安全，快快来告诉大家有台风的消息。台风？快快积极行动起来，告诉大家有台风的消息。为了避免台风，快变成天气预报员吧。Mission Swing。卢比亚，我现在好累哦。请按下任务完成键。不要逗我玩了，卢比亚，今天就不要再按了，卢比亚。今天凯莉帮你完成了那么多的任务，今天就别再做了，明天再做呢。凯莉，我可以把你变大的。这样，这些卡片给你放好。现在你可以回家去你自己完成吧。知道了吧？这个，拜拜，卢比亚，再见。我今天旅行任务实在是太累了，先要睡一会儿，然后再去你家找你，把你的身体变得大大的。你先回家等着，再见。咻！今天呢，拿着 Sobi 卢比的说话许愿手册玩了玩游戏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凯莉完成了很多任务，真的好累哦。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来和大家见面，再见。